有话就说，做点有用的事。 我们集合了一群精英，准备执行黑暗女王的命令。这组人会交给加罗娜半血负责，他会在你的协助下安排任务细节。勇士，跟我来。 你最好是来这里帮我赚钱的，这句话只有我们知道，懂吗？我跟你，哎，没事吧，先生？说的，我带了坏消息过来，瑞兹丹克老大背叛我们了，乱七八糟，从来没看过那个绿皮混球这么快放弃合约，你知道他怎么？振作一点，贸易亲王。 像你这样语无伦次，可不是部落领导者该有的样子。哎呦，女妖亲王陛下真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差点被杀，啰嗦了两句。对不起，我原本就不想做这场交易。大酋长一定会很不高兴。我们本来还指望瑞兹当克能提炼艾泽莱今年在对抗联盟的战争中派上用场。这场交易不用这么麻烦，有更容易的方法可以达到目的。 滚开！ 黑暗女王，准备好了吗？报告黑暗女王，是的，只要下令，女妖之豪随时可以出航。很好，去跟我们的勇士讨论一下，看要先拿下哪个据点。遵命，大酋长。去吧，记得随时跟我报告进度。 一路平安。考验我的耐心，为黑暗女王而战 ，Broho。
为了部落。什么事？稳住行当。有什么事吗？力量。有话快说，说吧，朋友。我的猎物接近了。尖牙与历史。开始狩猎吧。狩猎开始了，开始狩猎吧。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乘风而行。要我去追踪什么吗？开始前行。
你碰到麻烦了吗？我流着大海的血了。库尔提拉斯属于大海。要我去追踪什么吗？开始前行。我们会抵挡黑暗的侵袭。愿你的河流永不干涸。我听见野性的呼唤。为了部落。猎物接近了，就这样吧。愿你的刀刃永远锋利，力量与荣耀，为了胜利而战。别考验我的耐心。你好，朋友。再见。随时做好准备，勇敢向前。
起来。放轻松，保重。你要什么？万事小心，朋友。你好啊，朋友。你撑不住了吗？祝你安好。航行顺利。你最近还好吗？
想做什么？愿灵魂与你同在。要永远看向大海。哦，你来了，后会有期。什么？哎，祝你一路平安。
总帅之名祝福你，朋友。你最近还好吗？万事小心，朋友。说吧，朋友。愿你的刀刃永远锋利。放轻松，保重。你来有什么事？勇往直前。有话快说。为黑暗女王而战。哎呀，是你！要不要一起去大冒险？祝你一路风平浪静。就快到了。这里就是我们斥候说有很多爱子来经营的岛屿，我们不知道这里还有什么东西，你最好小心注意周遭。把梯板放下来，就是这个地方了。仪器显示这附近有爱子来经营，你们赶快过去仔细看。啊，太好了，这好大一块，赶快去挖起来，我们马上就会把爱子来经营放到船上去。做得好，真是大丰收，太好了！看起来在你们的位置附近还有爱子来经营，你们或许会想去探探究竟。
真是只大怪物，上面还沾满了艾泽莱金眼，把他杀了，我们把这些艾泽莱金眼拿走。这样就对了，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船装满了。我发现有一大堆艾泽莱金眼就在你们那附近，你们可以赶快过去看看情况。猴人，这种地方每次都有奇怪的家伙出现，看来他们也在收集艾泽莱金眼，正好把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了，哼，去从他们手上抢过来吧。
看来整座岛都被清空，所有艾泽莱金岩都在这里了。走吧，我看到库尔提拉斯的船出现了，看来他们也在找艾泽莱金岩。我们赶快偷偷溜走，别让他们注意到。我们还得回报这件事。把跳板升起来，准备开船了。大家表现得很好。你尝到海风的咸味了吗？这就是家的味道。就是这里了，快去吧，艾泽莱金岩在等你。喷出了一大块艾泽莱金岩，快过去那里！哈哈哈哈。目标，艰辛都浪费了。
这位朋友，风险投资公司也来了，看来他们打算在这里扎营了。我们已经完成一半了。可以运作了，把艾泽莱金岩矿点标记在你的地图上。先找到目标。
完成了，只要再埋头苦干一下就好都装满了，扬起船帆，准备回家吧。原点，滚开！离我原点。